而且这个真的是原声记忆级的自拍啊，没有任何的美颜效果，但是我发现这个很清晰，而且拍的特别特别的自然，有没有感受到？是，它主要是可以，它主要是可以定焦定在你想要定焦的地方，所以你在拍照的时候可以不用担心你的手晃或者是手机的角度不好。手机功能强大，加上我们又为这个底子的强大，所以拍出来每一张都是精修的超级大片啊！来，再次感谢我们的小姐姐，手机这回真的不需要了，等一下大合影的时候再需要您配合一下啊。OK， 再次感谢又为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来这样精彩的分享。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佳节端午节，是的，是的。在这里，我们也给现场的粉丝朋友们设置了一个小小的互动环节。好，那您呢，作为我们安徽站的 OPPO Reno 8的推荐官呢，我们又为啊也给咱们现场热情的粉丝朋友们准备了几个小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又为会带来，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各位，谢谢。大家都很认真的在摆 pose。刚才也给大家记录下这个非常美好的瞬间啊！当然呢，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加惊喜的环节带给大家。我们要先请又为来到我们舞台的这一侧，稍事休息一下，同时在我们的背景板上留下您对大家的祝福并签名留影，好不好？来，移步到我们的舞台一侧。来，我们掌声有请又为来到我们舞台的一侧，有请我们工作人员递上笔，留下您送给粉丝们的祝福语，同时签上您的名字，合影留念。请我们现场的粉丝朋友们在我们又为留下祝福的这一面墙前拍照打卡，所以今天现场的福利啊真的是福利满满啊，都给大家带过来啊。 OK， 谢谢又为，有请我们又为在这边稍事的休息一下啊，先拍照合影打卡。谢谢我们优秀的声音老师，辛苦了，记录一下非常美好的瞬间。OK， 谢谢，有请又为。我们拍完照之后呢，可以在这边稍事的休息一下啊，可以在这边稍事的休息一下。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购买 Reno 8系列福利满满，我们将邀请又为呢，作为我们安徽站 OPPO Reno。